点糖，吃点盐，两个相处的很好。琪琪居然可以围着兔兔撒娇，很香的。然后让兔兔看它。用这个油呢，把青菜放进去。开始了，开始放啥了？兔兔，这是不断的动，浇到豆腐上面，不断的碾。哇！啊，新上的兔兔啦！青菜炒豆腐。兔在干嘛？你看兔在干嘛？兔在洗脸。你知道豆腐它这个蛋白质就有点像肉一样，它是叫素肉，素肉。你看小心，看兔兔，兔兔有没有跳下去？你看，琪琪，看看兔兔，快来看，兔兔又跑上来了。我们兔兔下来，下来，下来。青菜豆腐，香的。你不要蹭到兔兔。你看你在蹭到兔兔了，小心一点啊。香的。没有，他跟兔兔玩，就是想亲他。啊，准备吃饭。对啊。他就在那里不断的卖萌，不断的扭啊扭。你不行啊，用兔兔注意他。你给兔兔看。这个桌子太高了。你要像猪啊？没事。看我吧，看我吧。今天主要是你看我扭的多可爱，你会扭吗？然后兔兔很淡定。都不想理他。香，做的主人也已经。他在找些新的地方玩。嗯？这是什么地方呢？琪琪又开始在兔兔旁边扭啊扭，撒娇。你这样不会压到兔兔吗？小心点啊，琪琪，不能压到兔兔了，你踩到兔兔了，小心点啊。亲人家要轻轻的，兔兔是很淡定的。哎呀，小心点！兔兔都懒得跟他玩了。看一下这个鱼好吃吗？